其实啊，我觉得吴宝妈哦，她的负担其实已经超过一个上班族的负担。嗯嗯，照理说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份很要算一份薪水给你才对吧？对， 对， 对，所以老公的薪水就是我的薪水。呀、yeah, ，但是你的薪水还是用在家里啊。对啊，还是用在家里。Yeah, 那家里的经济够用吗？其实是可以吃饱穿暖够、嗯，但是如果你有额外的娱乐的话，就会很难、嗯。像以前可能我们夫妻俩要出国玩啊，然后看展览啊、演唱会，订个票就走了，很轻松。可是你小孩越多的话，你出游的费用是几倍的加成哎、欸，那很贵、嗯。所以我们现在多一个娱乐费好了，每个月只能支出一次，但那一次可能就要拿来做选择，你要买书给小朋友看，还是你要带小朋友去看一场他们很喜欢的什么角落生物的电影，还是说你要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餐厅？电影票吗？如果我就说一次娱乐，一次娱乐。大概抓5000，预算是5000。对，嗯、因为吃餐厅5000好像也有点会超过，对，所以就跟看电影、买书这样是娱乐，所以钱真的不太够用，但是刚好不能有多太多太多。可能很多人小朋友都会去有趣的才艺班，画画课啊、然后什么创作创客、那个我都没有办法负担、完全没办法。然后我刚刚以为那个娱乐费是属于你们两夫妻的。就是全家一起的、一定要全家。我们夫妻俩的娱乐就是跟小孩一起。有些夫妻他们会为自己存一点点那种娱乐费，然后自己把小孩在家里锁起来，然后两个夫妻去吃个饭、看个电影什么之类的，对啊，放松一下。哦，没有啦。这种的就是那个家人可能有拿到什么餐券，公司有发餐券的时候，我们就拿着那个餐券，夫妻俩就是老公请个假，我们就出去吃饭。哎呦，这个应该是很奢侈的时间，奢侈。然后看到人家拿给我们那种饭店餐券，就觉得好感动，吃到饱。哇，那你们会想买房吗？哦，其实我们不。我们是跟公婆一起住，然后住公婆的房子，可是那屋龄已经很久了，大概30几年。那屋龄老的话，状况很多，你管线老就很容易漏水，所以我们家有很多壁癌的情况。那我们那时候曾经也想说啊，已经住了那么久，而且已经从一家，他们原本一家5口变成1家10口，在里面住。为什么会有1家10口？因为我跟公婆住，还有大姑，然后加我7个小，就是七个人的，所以是不是10个？对。那原本他们的房子虽然是4层透天，但一楼是车库，我们剩下10个人在3层楼里面活动。那其实那些居家的设计已经不适合10个人住，我们就想说，那前2年我们就要去估，说能不能把整个房子重建。结果估一估要4-500万起跳，然后我们就觉得不行，因为我们每一个月的开支，我说的薪水就很紧，然后什么年终绩效，我们也都是用在小朋友学费、税金的缴纳，甚至是说你刚刚讲的紧急预备金，那我就没有多的现金存款去负担这4-500万，然后家人也不喜欢有借贷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作罢。哦，年终绩效有时候公司业绩不是很好，不一定会发呢。对。就是我没有遇过，就是还好我老公电子行业，其实他们有时候奖金是会拉低一点，而且百大企业的话是还好的，还是会发，只是但是真的有一年没有发奖金，那我那一年小朋友的学费还有税金缴纳就出现缺口，所以变成我们后面几个月就是再缩紧一点那个老公的薪水，然后上一年度的紧急预备金剩的就拿来用，勉强就度过。哇，这个是中央政府的啊这个编制啊，因为会有第一预备金、第二预备金。哦哇，不容易不容易。OK， 那小孩会吵说要买玩具啊，或者买书本啊，或者是买衣服吗？会。玩具、书本那些大部分都是生日的时候，然后可能那个亲朋好友也会送，然后也会羡慕说妈妈，同学他们说他们那个暑假的时候去迪士尼玩哎，好棒之类的。东京的哦，还有加州的嘞，加州的，对啊，更远。他们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但你要想，人家只有1个、2个小孩带去玩，我们家有5个，费用很贵哎，就会真的很实际的算给他们看，带他们大概是大二宝会问这问题，然后就会带他们上网看，你看机票钱，你看饭店钱，然后再跟你们说，爸爸一个月只有7万哦，
法拉一个月的薪水只有7万，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出去玩吗？嗯，然后讲实话，7万也不低啊，只是说因为小孩多。对，我们大概伙食费一个月就要4万到5万。跟他加起来，就是吃，因为十口啊，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又全部不挑食的，食量又特大，嗯，所以就是伙食费非常的花钱，嗯嗯。不能吃还是健康的，还是要高兴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这样是还是很高兴。你要军事化管理他们，真的。有，我是有军事化管理，让他们要帮你的忙。有，说到这个，真的有。可是问题是，现在小孩功课真的好多。其实我每一天都想要他们回来就帮我做家事，可是他们的功课真的好多，要一直写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假日的时候让他们做家事，就让他们有参与。可是平日真的没办法，功课到3年级以上，我家小孩大姐昨天还写到晚上10点。哇，辛苦。就听说你每到换季的时候，你就要哭啊？对。因为我每次换季的时候都会跟老公吵架，老公吵架，因为我换季的时候，我有习惯会在他们季末，大概是夏季跟冬季这两季，不是都会有厂商啊，季末初期那个衣服会比较便宜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就帮小朋友买一个下一年度他们能穿的，然后大概每个人买个2套，可是我老公就会一直说很浪费钱，你把姐姐的折一折。然后给弟弟他们穿就好，或者然后是拿去改一改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说你不要那么浪费，就是他们能穿的就穿一穿。可是我自己就不会觉得，我觉得姐姐跟弟弟就是有差。然后我老公说，那你弟弟再折一折给最小的妹妹穿。然后我还是觉得就很不 OK， 反正我就会去买。然后买回家以后被他看到，他就会开始念，然后念一念，我就会觉得心情很不好，想说我都还是挑平价服饰的季末出清，我不是挑名牌，然后还要这样被念，我也算是精打细算啦，然后你还要这样子念，你也是勤俭持家了，而且你是多么，你这样子真的要请那个佣人哦，人家会给你开很多钱。因为要洗这么多衣服，煮这么多饭，照顾这么多小孩，对，其实这已经是3份薪水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三个子，你要买你来跟我请款，因为你5个小孩啊，一般是一个家庭就一个小孩、啊，对，一个保姆费就很贵了，5个就。啊、所以他当念念，其实我都会心，我明明知道对啦，他很辛苦，这是薪水维持家里维就是很不容易，可是我还是会心情沮丧到掉泪，所以才会出来当部落客家姐，就是赚一下自己，因为大部分老公的一定要打死在家里，然后自己出来赚了一点点，就是额外的花在自己身上啊。那老公出门是骑摩托车吗？对，都是骑摩托车。全家有那么多人，如果有没有有汽车，但是都是假日出去玩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厢型车。才坐得下。对，没错。那这么多小，这么多孙子啊，孙子还没，就是这么多孙子，阿公阿嬷有没有也帮忙？有啊，就是他们下班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都还在上班，他们下班的时候就会帮忙我照顾。然后或者是哦，对他们也是会拿家用出来，因为毕竟水电费他们会缴。然后我们就是负责伙食、生活必需品的部分。那你公婆会说不要再生了，够了？好，目前好像没有这样跟我说，但只是说你们自己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就是照顾不来太辛苦这样。哦，是我妈妈才跟我说，拜托我不要再生，因为她有时候也要，对啊，她说有时候也要过来帮我看一下，她会觉得我很累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过来看一下我，然后帮我顾一下小孩，就发现我睡着了。太累了，对，他就说你真的不要再生了，你把你自己搞这么累，为什么？你曾经会因为讲话讲到睡着吗？讲话，我吃饭吃到一半都睡着了。吃饭吃到一半，他们如果没有太吵的时候，我就真的睡着了。分一分菜哦，大家吃一吃，那我就睡着。好可怜哦。那你第一个我想说，你的公婆也不错啦，留个房子跟你，让你们没有负担。对啊，我立马去广告杯出来去做就没有。对，那你自己有添购新衣服吗？我自己也有，但大部分都是家里穿。哦，可能啊，有啊，那个衬衫是新买的。对，我的很少，我大概一年一次买一次自己要穿的。大概多少钱？你添购衣服的预算也是平价，大概2000吧。2000要买个衬衫。这个大家都看黄医师。我真的托朋友买有少4000块钱。没有，因为朋友知道我状况，他们可能。OK， 不错衣服的时候，然后我说，我有上节目通告的
需要，他们就会把衣服给我，因为他们都自己也会替换，就把它给我，所以我好像也是有省一些。如果家里就是你觉得老公多加多少薪水，让你觉得哇会很快乐？我觉得一个小孩要一万，所以五个大概是每个月再多五万会很好，因为这些费用我可以用在小孩身上。嗯，我可以让他们去上喜欢的课程，这样放学就不会大家都挤在家里吵，那我一个人就不会这么累。或是说这五万里面我再移一些费用出来，我可能请人帮我来煮晚餐，或者是找一些伴玩姐姐花一两个小时帮我陪小孩，我就可以去煮饭什么，不会让我说什么蜡烛两头烧太累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妈妈都会想要，就请个几个小时的人来帮忙我一下。对，我想要这个预算。你老公的老板有在看我们节目吗？我知道这个新老板。我们再跟他拜托一下，去帮大家整一班，好不好？现在生活有补助吗？现在已经没有，因为其实说老实话，补助都是这几年的事，但是他都标榜五岁之后就没有，可是刚好我小孩都五岁以上。哦，那就再生就有补了。啊，五岁之后又要我自己付了，好像有点贵呢。那吴宝妈，因为啊，这个小孩很多啊，钱不是很够用。听说你曾经想要赚钱，动过一个念头。因为我看国外的报道说，代理孕母一胎可以拿到100万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自己还蛮会生的，而且我生小孩又不痛，所以蛮适合去担任这个职业。因为我想过，如果努力一点的话，十年我就可以挤进千万富翁，我生个十年，我就是千万身价了。你要到国外去啊？对啊，台湾可是台湾不合法。可是我觉得等到合法，我可能已经生不动。有可能，对，我可能太老。哇，你因为其实怀孕，小孩子一直吸你的营养，你也会身体也会弱掉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花个100万。十分之一来养我的身体，吃营养，对，这个念头我动过，呀呀呀！不过这个还是很佩服你啊，也恭喜啦，这个全家能够这样快快乐乐的，还是很开心，还是很开心呐，哈，对对呀，那这个。所以有可能随时都会再生哦。有可能有就生，有就生，有就生。哎、好了，如果有再来上我们节目了，好，再分享。真的，难怪他要在地堡哭了，要我也在地堡。对对对，有一定要在地堡哭，真的。现在了解了，了解了，地堡哭其实有道理。我是哭着哭着就笑了。